方药篇，备急千金药方，唐·孙思邈传。建党，中国医药学院中医研究所张恒宏所长。引诵本备急千金药方序：盖闻医经经方，性命所系，故己未治具至极，则于医经经方之书，拔其精且善者。嵌板以备之宇内，遗诸后世，其为生人广则更何如哉？我列祖好生之德，根之天性，既图至于圣经，而由生全全乎及一一直，是以庆元渐渐以骸，乃便搜罗一集，充诸书府而来。是作求代享宝中，屡刊不方书以遗后世，天下慕其生人广则。盖不为如高宇宽正出载，乃一心医学，彼年以来百度必彰，凡其所以教养劝勉之具靡不至焉。但刊印医书费，皆出医官私资，无有官客也，臣等滥于医疗，大惧经方至极，而不能择其书之精且善者，广布诸天下后世，无以称我大夫。列代好生之意也，常切考之。晋唐以降，医极浩繁，其存而传于今者亦复何限？求其。